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跟会计师翻脸了。我说你这个不是要让你这个党完蛋吗？什么叫会计师？就是知道你所有钱的人啊，竟然还得罪他，公开跟他公干，那人家跑去当污点证人，你不是完蛋？我认为柯文哲并不知道这个事啊，可是黄珊珊就是跟李文忠不合嘛，啊，你这个政党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，这我实在是难以置信啊，可结果就发生了。这个 Winston Rubio 这两天在网上看《植物大战僵尸》，小草明显打不过哥布林，哇，这个植物啊，小草如果蔓延更广一点就有机会了啊。Colin Fu， 亮哥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回民进党啊？自从你退党之后，民进党就再也没有输过，你还是回去吧，我才不会回去嘞，我干嘛回去一个没有机会的政党啊？因为他对中国大陆没招嘛，准备交战啊。你准备去当兵吧，你准备去当兵吧，啊，这个我基本上第一的，我是希望两岸能够和平的啦，啊，那民进党事实上是没救了啦，啊，因为赖清德太意识形态了啦，因为我对两岸非常了解，我对国际事务也相当了解，啊，台湾是没有招的啦，赖清德都在骗你嘛。这种骗你的政党，你还要回去，那就是台湾的悲哀嘛，就是这样嘛，啊，哦，永杰王亮哥，民众党做人非常失败，柯文哲、高鸿安都是自己人出来爆料，蓝绿的政党都没有这种状况。对啊，我同意啊，我事实上我那天我在节目上公开讲啊，我说以前柯文哲的核心幕僚啦，张义善，啊，哦，吴敬仪。就是 Grace Wu 小牛很多啦，哎，离开你都非置你于死地不可，欸，你看张义善，张义善我也认识啊，张义善现在是阿关，就陈斐娟节目的固定来宾啊，每天在那边讲柯P啊，其实政治人物很少人会这样结怨的，欸，比如说我跟民进党啊，我虽然不喜欢赖清德啊，可是我知道人要留有余地啊，我不会去讲你这个人，说你这个让你完全没有尊严啊，等等等啊，我们不会这样做人啊。政治是要相处的啊。结果离开柯阵营的，我就发现是最多非置你于死地不可，这种干部特别多啊。林周明也是啊，以前的督发局局长啊，那这个你都不用反省你的做人吗？我说柯文哲啊，你这样搞就搞到最后，你就是你自己一大堆事情，人家都知道啊。比如说张义善就是个聪明人嘛，他也是有活动力的人啊。以前还有一个洪志坤，记不记得？2014年你是怎么选上的？2014年，张义善、洪志坤都是核心幕僚，哎，现在两个人都跟你离开了，那洪志坤是比较没有了，张义善天天盯你啊，你有看到啊？马英九啦，还是谁啊？有这样的核心幕僚，然后离开马英九或者离开陈水扁，然后把一辈子的志业设定在要把你搞死不可。你有看过这种吗？我看来看去就柯文哲最多。那如果这种问题你自己都看不到，那你真的走不远了。我讲白了啦，你真的走不远了。就是你怎么会把政治搞成这样呢？怎么会这样呢？比如说我离开民进党，我自己退出啊。可是我还是有一些民进党的朋友啊。我们还是要留一点余地给人家吧。你是不是把人家搞到都完全没有尊严啊，完全没有余地啊？那人家也要生活啊，他就跑到别的阵营去了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哦，所以你问这个问题是事实啦。你这个说，这也不是民进党做人、民众党做人非常失败啦。你应该说柯文哲跟高鸿安特别明显呐，啊。哦，比如说那个现在新竹市代理市长邱成远，他完全没有这种问题啊。
邱成远我认识啊，我认识啊，啊，就你怎么会做成这个样子嘛？哦，这个当然就是，我觉得是个别人呐、啊，可是因为这两个人特别有名呐、啊，所以你就有这种感觉了啊。那你这个讲法我也是同意了啊。柯林富、柯文哲真的是世人不明啊，侯友宜也是，当初蓝白合请亮哥跟烧烤哥帮忙合就是一个例子啊。我等着看卢秀燕当下一个世人不明的，每次下班和你聊吹卢秀燕跟蔡碧如，再看吹到2028年会又输了亮哥。我跟你讲啊，蓝白合我并没有介入，我们是不是核心人物啊？核心人物是谁啊？我念出名字你都知道为什么会失败。柯文哲的代表叫做黄珊珊，侯友宜的代表叫金普聪啊，你怎么成功？成功才有鬼嘞！成功才有鬼啊！你最好了解多一点真相啊，不是像你理解的这样啊。我跟黄伟汉，我们希望蓝白合，我们根本就不是核心人物啊，我们只是在讲而已啊。真正的核心人物就是金普聪跟黄珊珊嘛，真正的核心人物嘛，啊，所以我说你要来亏我也要根据事实了啊，事实上就不是这样嘛。我那个时候看到黄珊珊跟金普聪，我就知道完蛋的了，我就知道完蛋的了。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扭转啊，因为柯文哲就是要用黄珊珊啊，侯友宜就是要用金普聪啊。周伟豪重新找一间第三方会计事务所，一笔一笔重新对照就解决了。韭菜没脑找教主，想正确的办法吗？对啊，你这个讲的没有错啊，就是你如果对端木正信不过，那对李文娟那边记账也信不过，你就在委托第三方就好了嘛。是啊，是啊，你问的问题跟我一样啊，为什么没有做呢？啊，阿瑟混。那天记者会后感想是看过代客记账，看过代客报税，竟然还有代客负责人，组织都没有内控可言吗？工作这么些时间，从来没看过管理层敢公开跟会计师翻脸的事啊！我也是看到我快要昏倒在地啊！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跟会计师翻脸了、啊。我说你这个不是要让你这个党完蛋吗？什么叫会计师？就是知道你所有钱的人啊，你竟然还得罪他，公开跟他公干，那人家跑去当污点证人，你不是完蛋？至少表面好聚好散，工作底稿交出去，有谁能百分百把握自己完全没有问题呢？讲得对啊，讲得对啊，啊，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你这个制度。你的稽核有没有发生作用嘛？我认为就是没有嘛，就是没有发生作用嘛。那也没有人敢去讲黄珊珊或李文忠的不是嘛。那柯文哲忙歪了嘛？他怎么会知道这种事？我认为柯文哲并不知道这个事啊。可是黄珊珊就跟李文忠不合嘛。啊，你这个政党都没有处理这个问题，这我实在是难以置信啊，结果就发生了。